事故地点位于埔里乡六十段山下山路口约六 K 处阿美西处，有一部自小客车，车上有三人，撞到护栏的边坡。到达现场，发现自小客车有三名女性伤患，分别造成有胸痛、腹部、外科疼痛，医师皆清楚，分别送往义里慈济及义里农民医院。